俺们来，俺们跟我来啊！我会记得迄时阵在桥边，伊甲蒙子做伙搞油条的，伊敢有受伤啊？你们从啥啦？事情真正是我的迷姑，伊真正是我的好心，我真的爱好心啊！我要去介绍你，我要我的迷姑，马上带我媳妇。哎呦，今晚不是好时机啦！你莫遐尼冲动。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。啊，无代志就好。你当等下大家辛苦拼，这才是上好的代志。阿母，谢礼啦。仅仅因为我的存在，害你受伤啊！而且，我以前还是有信心的时阵，做出遐尼侪歹代志，你一定是对我情感无？我希望我用米贵的身份回去老家，对无？阿母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一定会尽力变回去那个善良乐观的米姑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得到你的领导还有信任。你敢愿意花一个机会回去老家跟爸还有顾团圆？我相信你，这段时间你让我看到这个奇迹，从来没想过一世人有法度看到你，甚至没想过讲我有法度看到你的手。你要看过我，当年你妈妈生你的时阵，我又搁心疼，又搁气愤，所以我马上走去病院，想要找伊理论。结果看到你，一粒阿囝，结果看到我搁一直笑，亲像甲我镜头啊掠掉掉。过期，因为你就够醉的啊，所以当初呐，我生气，搁唔甘愿的心情，哪想都好啊。你昨天我看到你的手，我嘛唔知影为虾米，突然间就想到这个画面。所以我才把你的手砍掉掉。不管你是不是迷姑，是那个伤害我的查某人生囝，你拢是无辜的。他们是大人的温婉，哪会让你的命运这么坎坷？我今晚除了不甘你，我什么想法都无。所以阿母，你袂够放过我对无？欢迎你回来老家，你做贵族。阿公，
才你原谅我，对你所受的伤害。阿母，我从来都无怪你，自从我看袂着了后，你个爸收留我，照顾我，安看教我，一直教我鼓励，我是真正最感谢的。美姑，多谢你的宽容，我从生下来我就我个。以后你唔免巴结我，我一定好弥补你，将阮老家欠你嘅拢还你。欢迎你回来。我可袂得，该叫你一声阿姨。多你应该啊。老狐狸，你敢不够吗？原来我的宝贝好心，搁我来好好。美姑，我是你的亲生妈妈。既然你拢甲老家人相认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甲妈妈相认？你等下妈妈辛苦点好不好？你是不是甲彭彩也串通好，要来对付美姑？你是你后辈讲啥？我会认对美姑，那是因为。我唔知我宝贝好心，我崩彩霞，该做有心血替身啊，所以我才会在无意中做出伤害家己好心的代志。这我才真相啊！哈，崩彩霞，甲万寿结党啊！这条线我绝对找到的啦。你别讨厌妈妈好不好？我若知影你就是我的宝贝后生，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牵挂，我小你都袂好，我哪有可能对你做出一款的代志？当年的真相我拢知影，虽然我唔知影客妹，你是我大汉。是有啥物拍算？啊！不过我唯一会当确定的，是并无害死我的意思。非得即马被剧情发生啊！咱母我囝的婚规三十几年，拢是这歹心大爷才无害的呢。结果你即马怪我离开米姑，叫阮搁一届忍受母我囝婚规的痛苦，你敢是人哦？丁飞官。你敢会当较冷静嘞？美姑伊即摆已经毋是囡仔，伊有权利会当管你未来，你心是要安怎过？无人会当控制伊的想法，所以你较尊重伊会使无？你莫再讲啥道理啦！美姑是我辛辛苦苦排十个月把肚生落来，伊万不能养狗做伙。美姑，你对我做？你要做啥？我是伊的妈妈，我是会当对伊做啥？美姑，你小心妈。妈袂害你，你对妈说妈会保护你。美姑，行，你莫搞伊啊！你，我今仔什么时候就乱呢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乱，妈替你决定。美姑，你听妈讲，咱过去是有命运的创治，咱都过别人的人生。为什么开始，咱无要紧，好好做伙。让我靠自己，咱莫甲陆家的人有任何交叉，就咱母子两个
从此开始。好，来。我要带你走的，我要带我的心走，我的心叫我留在爸阿哥阿姨的身躯边，爱我卖离开在场所有的人，除了你。你若是无得接受伊，就算讲我身躯顶流的是你的血，我嘛无可能会接受你的。你不爱接受我，你是我有性命换来的囡仔呢？你哪会对我这样残忍嘛？是不是你家面骨生啊？是不是你家的心都我为你压过？老虎皮，你这个查某实在够干巧，因为你怨恨我，所以你听所有的母子感情，你就挑工演一出，想要把面具变成个老干对无？你真正想够可恶的！你哪会死我？我可是真的来照顾我，干嘛还来去面具？我是要什么情绪啊？破案了，害怕了。我当初真正是目睭瞎啦，才爱来接我老爷做伯人。好阿伯啊，再兴伊娘哩，是伊感觉当初是无好照顾你母仔囝，伊感觉对伊真亏欠。也不过伊嘛想讲要放弃你，伊一直拢在找你，你知影唔？这一切拢是命运的安排，所以伊唔是无负责任的查甫人，你袂当讲伊无老爷。大伯，你明明上歹心毒刑，煞大概拢计一个为大刑，我今仔一定要给你烧骨来吃吃！哎呦！你无做个爹，我嘛气甲动手啦！你到底要明姑对你偌失望，你才甘愿啊？你未管啊？你好啊啦！今仔日无人要甲你抢后事，啊！不过你若继续当这乱弄，只是甲明姑啊愈送愈远啦！你就是要坚持，我要让我跟美国秀丽就死啊！请你离开。丁委官，你有听到后，应该死心啊，好甘愿啊！我已经给你机会甲时间啊，给你高声面句，看伊要对你走无？你嘛听到后？啊，若无啊，走你白乱的，一般拢是用行，你白用扛个出去。这边我看到面句的分上，我不要跟你计较。你们继续在遐咧白目，紧出去！美姑，不过安怎，你一定爱记哩，妈都是爱你的，妈才阁找时间来看你，吼、哦。你姑会对我产生遐尼侪误解，拢是饭菜下害。伊明明早就知影姓贤的身份，伊煞超过严格，阁使让我去对付家己亲生后生。这条小，我若是无找伊算清楚，我就无叫丁慧官。